Hello， 大家好，欢迎来到 Oreo Studio， 我是阿谦酷酷酷，今天要为各位带来一点渣渣城。然后我们现在的位置在彩彩家的超级霹雳宇宙世界无敌大泳池兼滑水道。然后领航员还是彩彩，他坐在我旁边，他在动手，我们不要理他，我要去。不要走！我要去，我们是直接从那边上去介绍你家就可以了吗？好啊，到二楼。二楼。嗯。哇哇哇哇！刚刚突然一阵那个。啊，没事。二楼是房间。喵！喵！喵！你叫什么？喵！我可以坐在床上。喵！你在叫，我在揍你。不要揍我的猫。哦，坐在床上，哇，看彩彩坐在床上，哦，还叫。这间是什么？办公室。办公室，彩彩都在这边办公。那对面呢？哦，对面就是我们刚来的地方。电梯口啊。哦，这是二楼。对啊。办公室还有你睡觉的地方，阳台。嗯。那我们要怎么去三楼？一样啊，在电梯。电梯向上啊。对啊。就是一楼哇，好好、喔，家里面就有电梯，但是感觉会很吵哎、欸。还好吧，还好吧。三楼，三楼没东西啊，就是顶楼了。顶楼、嗯，这阳光。顶楼自己有一个跳水台。跳水台哦，这个可以跳水，那我们来跳水吧。咻，呼呼，咻。分水。哇，那我们就逛完彩彩家喽。对。啊，不对了，我们有那个超酷通道、嗯、要给大家秀给大家看。哦、oh, ，对，好了，我来告诉这个，告诉大家这个通道是什么好了。哎，这个通道呢是当初还没有这些东西的时候，只有彩彩家的时候，然后我盖我家的时候，想说连到彩彩家好了，你刚有看到那边吗？现在可以看得到那边紫紫的，看得到一点点。对，就是从这边点到这边来，不要怀疑，就这么长。好，那我们要下去逛了。好，这是非常搞纲的一件事，非常搞纲的事情。大家可以看到外面这一层是玻璃，外面这一层是玻璃，然后旁边有这叫什么？荧光石，对。然后里面呢再换成紫白羊毛，对，非常非常搞纲，这简直就要打进去三层左右才做得出来的东西。而且算格数算到眼都花了。算格数，因为黑白要交错，对，非常非常的累人。然后我们就把它盖起来了。然后这边到这边以后呢，外面还盖着一层水，这层就是玻璃水，然后羊毛，你看很漂亮，非常非常的漂亮。那我们就慢慢往前走吧。大家可以看到这里是有一个就是类似峡谷的东西，当初我们在盖的时候看到有峡谷，所以我们就把它弄成这样，穿越峡谷。嗯，然后这边就也是羊毛加水，哇哇，听到怪物的声音，这里有个转角，转过来，然后到这边就没水了，这边上去就是我们家咯，到了，到我家了，回到羊毛屋了，对，到我家了，是有怪物的声音吗？有吗？好，没有，没事。好，我不做了，拜拜，今天就到这边了，我累了。才刚开始而已耶。才刚开始而已。好啦，就是大概就是这样，这就是我们家到彩彩家的一个小通道。嗯。好，那我们现在怎么办？我们要走回去，对不对？走回去啊。其实我发现走这个还蛮快的。很快啊。走这通道很快，我完全没有用飞的，用走的，就一下就到了，感觉很远，但其实还蛮快的。其实还好。对啊，其实还好。那时候花了很多时间盖，那时候花了哇一个下午，到晚盖、啊、到晚上去了，终于才把这个盖好。这到底是谁想出来的？有够搞纲的，是你想的。我本来想说这样可不可行，就真的盖得出来，帅是可以盖得出来，只要有心什么都盖得出来，太帅了。好啦，那我们彩彩家就这样告一段落咯。好，吼，哎呦，跟我抢路走。好，这里是谁家 ？Seven Eleven 都是威尼，哦，不是唱错了。这里是什么桌子？哦，卖东西的。卖东西的那个台子啊。哦。只是因为，哎呦！你居然坐上台子去？哎、欸。
这什么东西？这关东煮架，你不要踩上去，而且为什么有牛在里面？这是关东煮架。对啊，这是关东煮架，没有啊，我踩在关东煮架，完全不要乱踩。Seven 就只有一层，生气了哦。Seven 只有一层 ，Seven 只有一层而已。哦，然后有牛在里面，所以 Seven 这里有 Seven 还可以做 ，Seven 有养，可以在那边吃东西。哦，新鲜现榨牛奶，现榨现挤吧，怎么现榨牛奶？现挤啦。好，我们关完 Seven 了。拜拜，感觉 Seven 很大间，原来是招牌大了点，招牌大而已、啊。然后上面都只是一层一层围起来这样。嗯。啊？这间什么？哦，小凉亭。那我们下一间要逛哪里？这边米奈家。扎扎路五号，米奈宅邸 ，Go！ 哇，我最讨厌按钮了。又是你猫，我按了，这是什么？那个没有用，只是装饰的。装饰用，哇，米奈家，哇，怎么又有水，又可以泡澡？大家都喜欢游泳啊！大家都喜欢游泳，每个人家里面一定要有。我跟你说，扎扎路是属于豪华住宅区，有钱人在住的，所以每个人家里都有自己的游泳池。那我一直很想问，那盖那么多游泳池干嘛？就盖一个超大，大家都可以去游就好啦。啊，可以在自己家里游泳，不是很好吗？好，好，好，那这里是什么？这是米奈的浴室，米奈的浴室，你看有热水，好好哦。洗澡都被上面的人看光光，这样外面你在那边洗啊。然后假设我是客人，然后进来啊，然后我就悄悄的走到二楼，想说上去看一下米奈在不在家。哇，米奈居然在洗澡，哇，好好看哦。哦，不是，不是，不是，就看到米奈在洗澡。对啊，看得到米奈在洗澡。这件是什么？我来看一下这件什么。嗯，这间，这间是什么温室啊？好像是仓库吧。哦，仓库。好，那上面，上面是厨房，厨房小餐桌，小餐桌，厨房，那是他的床，房间，跳他的床。好，这里是，对啊，咖啡座呢？一个小阳台，咖啡座，可以坐在这边喝咖啡。阳台，对啊，哇，可以跳过来。这里是什么？就没有，就是阳台啊。哦，阳台，阳台二，阳台一。我刚刚发现它还有地下室，我们去地下室。那边是车库。哦，那边是车库哦。可是我没有去过明奈的车库。这边。可以。我明奈车库好挤哦。挤，因为它车真大台，车库装。那我不进去了，太挤了。没有，这边可以直接出来啊、哦。哦。这边可以直接出去，好，有一个按钮。哇，车库，米奈家有车库，米奈会开车，真好。米奈会开车。我们逛完了，下一间是哪里？这边是白宫。白宫？它主要是放一些展览品的，可是因为现在还没有做完，只做好一边，所以我们参观一边就好了。好啊 ，White House。另外其他的地方都是空的。White House。那我们从大门进去。这也不是大门啊。这里中间啊，好 ，White House 哦，这间真的有大哎，很大，有大非常大有大。这时候我们先逛左边，只有逛左边嘛。对对，从哪里开始？囧哥改，从哪里开始？有两种不一样的展览啊，看你要先看哪里。先看这个啊，都是画展，画展。而且你看这里半，就是如果你超过安全距离的话，就会亮。带个线哎，对啊。啊，我最喜欢站在这里啦。哎、欸，你很坏！我看画都这样啊，不乖，都我画的、啊。我最喜欢穿画了。回来啦，这里不能穿画啦。这里不能穿画吗？啊啊啊啊！你不要一直碰艺术品，家被馆长骂。不会啦，他看不到我啦。不行，我一定要试试看，一定有可以的。哇，各种画、欸，其实 Minecraft 里面的画还蛮多的。对啊，画展就这一封啦。这个小孩骑在羊妹妹身上，就是你了，对不对？居然没有，没有啦，被骗了。好，那另外一边是什么？就是一些展一些物品。这怎么弄的、啊？这到底是什么东西啊？那是展示架。展示架，哦，然后把东西丢进去就变这样。对。哇，好酷哦！展览呢？对啊。这是套装剑。弓箭 ，try
斧头。嗯，好，你逛完嘞、欸？对啊，白宫逛完了。对啊，其他地方就空的。还没有，那什么时候才会有其他展览啊？之后吧。之后，好。哦，后面有花园，囧哥盖很久的花园。盖很久的花园，囧哥，是你，囧哥。那栋都是囧哥盖的。囧哥是。囧哥也是学艺术的、啊，你可以飞起来看啊！你看他上后面的湖跟河都是他亲手挖出来的哦。这条湖跟这条河是他挖的，对啊，很自然吧？那后面那间是什么？那是菜渣盖一半的小屋。我可以进去偷看一下吗？可以啊。偷看菜渣在里面养什么？哦，会不会还要继续盖？会不会有个人在里面呢、啊？什么？应该没有，有鸡啦。什么女什么人的啊？哎呦，哦、oh. oh, 没有啦，没有啦，什么都没有，空的。哇塞，他自己弄一条河这样哦、喔。对啊，太猛了吧？感觉很自然哎、欸。对啊，所以这里原本是没水的。嗯，然后被他弄起来，这里原本都是平地。哇塞，原本是草原。然后你可以飞起来绕这个白宫一圈啊，这白宫真的很漂亮，真的很漂亮。我觉得我们下一次有展览的时候再来吧，弄一弄好了。没拜哈，展览没拜。好，我们算是也把白宫逛完了。对，回到白宫门口，对面这间是什么？嗯、这是米奈家。对，接下来是地球人的家。Maggie。哎、欸，看到什么门口安啾的脸？哎呦！哎呦，怎么了？他们两个，哎呦，哎呦，闻到了什么味道？哎呦，八卦的味道。那这里怎么又有鱼竿？他们是怎样啦？这里是怎样？大熔炉是不是？这是他的客厅啊。地球人的家，我要在他家乱跑乱跳。这里是什么？黑黑的电视没开。嗯，好。那我们可以往哪走？直走，这里是厨房。哦呦，踩到什么？在瓦斯炉。瓦斯炉可以关掉。可以打开。哎、欸，帅！我要按哪个？点火，下面按钮。哦，我看到了，点火。哎呦，按错。哎、欸。哦，打掉。打掉就好了。哦哦哦，帅帅帅！这里又有鱼竿，这也太恐怖了吧！到处都看得到他的头颅，这是冰箱吧？冰箱。里面放了一些东西，嗯，然后这里是厕所，上厕所喽！嚯、哦，偷看人家上厕所，变态！好，自己关门。然后是楼上，这里是什么？哎、欸，哦，那里是他的地下室。哎呦，哎呦，哎呦，很酷吧？他自己做的，这是红石吗？对啊，红石机关。哇塞，有点帅啊！哎呦！还会亮哎、欸，你知道他们会亮吗？我知道。这有点恶心。然后地下室放满鱼竿的头，然后外面挂满安啾的头。你去哪了？哎、欸、哎、欸，这里是什么？这里到底是什么？它是练人体练成室是不是？你为什么一直笑啊？你可以说点话吗？因为。这太恶心了，我不知道该说什么才好了。他是想要把，这是关他说邪教，这是把门关起来。哦，这样我们会上不去。是邪教啊！你看上面物品上面有字。我知道，地球人的断腿，地球人的断手，地球人的尸块，地球人的断手，地球人的断腿，地球人的那个，哇！地球人，这不是地球人家吗？这是地球人家。那怎么还会有地球人的这些东西？他是要练成别人是不是？哇，人体练成，很会很会，不愧是我妈吉。你看，我一下就发现他的密室了。关起来吧。我按。好。好。肯定又被我们玩坏。玩坏，玩坏再修好。这里。二楼。二楼上。窗花。没有啦，这里是他的吃饭的地方。嗯，还有他的房间。这里是房间啊、哦。嗯，他有超大电脑。哎、欸，为什么他电脑那么大台？哇、哦，超级大！我要穿他的电脑，穿不过去。这里是他的画廊了，对不对？对，他有自己的画廊。好好、哦，自己的画廊，他有弄条线哎。对啊。他为什么都站在线里面？
好宝宝不可以再限你哦。好宝宝，我是坏宝宝。啊，这样我就不能逛了耶。好哎，这里是洗澡的地方。洗澡的地方，这里是什么案啊？没有啊，就装饰而已。装饰而已，我以为又会发生什么事情，水被冲干之类的。应该那个马桶是金的。哪里？马桶。金的。为什么感觉暗暗的？是我看不太到啊。啊，有可能是你那边。材质包看不出来。嗯。好，金马桶。马姐有钱吗？你知道这里是什么吗？这里是哪里？你坐在这个椅子上面。你借我过一下。好。你有没有看到你前面有什么？没有啊。你有没有要不要回忆一下？刚刚，对，我们刚刚逛过米奈家，那个位置是什么？啊，洗澡的。对。你知道他就是特地盖这个台，可是看不到啊。在洗澡，看得到吗？看得到，看得到。会在哪里啊？你要我进去给你看试看吗？对，你进去洗，让我看一下，确定看不看到。衣服记得要脱。好。还好嘞，别人偷看你还说好。我看，我看。看得到吧？没有啊，你在哪里？你到了吗？在窗户里啊，在窗户里啊。要站起来才看得到，坐着哪看得到？我没看到啊，在窗户里有没有看到？一楼没有啊，我看到你的 ID 哦，我看到你了啦，看到了啦，我看到了，我看到了。对啊，这个材质包的那个玻璃有一点颜色，所以嗯，不太明显，看到了，但是还是看得到。好好哦，都可以看明奈洗澡，是说啊，真好。他家还有吗？三楼，楼上有啊、欸。那我要怎么上去？我看一下啊。一样啊，有楼梯。楼梯。在外面，楼梯在外面。外面，哦，他的三楼楼梯在外面。他是坐电梯啦，三楼的电梯。好，这一大花园。我觉得这栋盖的还不错，我很喜欢。真的太厉害了。不是这栋，我觉得他那个最后那个阳台设计真的很棒，我很喜欢，是非常非常。你看他还可以在自己家里后院打篮球。哇、哦，这个是树，明明就是树，怎么打篮球？没有啊，这里啊，这里有篮筐。哦，篮筐，我、哦、有哎、欸，打球喽，丢不进去。我来，我来，都给我。然后找一个球。我超猛，呵，哈，哈，你看你家都没，你有丢进去吗？嘿，我快进了，太高了。可以啦，太高根本弄不进去。进去了，你丢到后面去了，好不好？有吗？我吸不到嘞。哎、欸，不见了。对啊，那应该丢进去了吧？好了，我们可以去游泳池了。他家游泳池要怎么去？这里，这里，在外面啊。哦，谁把按钮按？他谁把按钮拆掉的？操、啊，没按钮了。哦，我忘了。Swimming pool。哦，原来有一个按钮。嗯。可以直接传到这个。Welcome to swimming pool. Welcome to swimming pool. 哇，这个也会自己流哎、欸、哦，这个水感觉好凉快，夏天就是要玩水。对啊，太凉快了。还要换泳衣，因为这边很多游泳。我看不到你的泳衣，因为我没有重开。嗯，好可惜哦。我还特地换了哎、欸啊。好啊。嗯，我看看。这里是游泳的地方，下面还可以坐着，又可以再看他到底是有多爱米奈家、啊，又可以再看，真好。你可以看米奈看洗睡觉，洗睡觉，洗洗睡，洗睡觉。好啊，你讲话现在都可以连在一起了。好，游泳好真好，下去吧。诶、欸，再来是安啾的家，安啾在哪里？哦，前面。嗯、你说长颈人啊、哦？对啊。安啾的家该不会有地球人的头颅吧？怎么一只猪？他放着。他怎么虐猪？我要告他，我要告安啾虐猪。好，这是他，欸、他家还蛮大的。对啊。他也很喜欢画哦。他怎么办法弄刚好弄成這樣？是电视。他一直换，一直换哦，变电视。嗯。哦，这里有一幅画。里面有头颅，他烧谁的头颅啊？安啾的头。他烧他自己的头颅。谁放的、欸？哎，应该是有人给他乱放的。说不定他自己的设计。这里是厨房啊。
嗯，对，厨房儿。好，我们去二楼，那就一楼还蛮大，还蛮空旷的。这边有没有东西啊？没有，没有。这里有个厕所的样子。哎呦，这也太恶心了吧！上面有他的头啦！太恶心了吧！上厕所还要看着安啾的头，然后这里又是怎样？是什么 ？Thank you very much. For your help. 怎么没有我啊 ？Love you guys.、欸、怎么没有我啊？快点，快点帮我！因为你没有帮忙。快点把我头颅偷偷打上去。等一下，等一下，你有没有头？你的头颅？我没有。这个可以换掉啊。好啊，我没有。你要打指令才有，对不对？你知道那个人是谁吗？我知道啊。什么桥什么的，什么力？对啊，什么课什么的。这里是他的书房。我要找一下你的头颅在哪里，我帮你放。好啊。玻璃片。有了，有了，有了。放好了。嗯。耶、yeah, ，那我也有帮忙，谢谢安啾。好。好，那我们往后面走。后面你看，安啾的洗澡的地方也非常 open。在哪里？就在这里啊、哦。其实还好，我跟你讲，设在二楼，别人又不会马上看到。也是啦。对不对？也不会随便上来。也不会被偷偷看到。有人的一开门就看到了，超刺激。这是出那个衣柜。衣柜。嚯、哦，穿他的床头画。没东西。没啊。还有三楼、哦。这是书房。他这是。他用的好有层次哦，他的那个羊毛啊，颜色啊，那是因为光影的关系啊。哦，是啊，这都是同一种颜色。对，哦，都是这个颜色。对不起，我搞错了。这是什么？书房。书房，他有一间书房，这是什么？好恶心哦。嗯。那个是什么箱子？那个是中介箱。好恶心哦，感觉一个人脸啊。中介箱还蛮好用的、啊，你说可以放东西，另外一边可以直接拿，对不对？嗯。中介箱好，所以安啾家就逛完喽。对。我要从这边下去。啊。嘿、hey。好。离开安啾家喽。这猪有点累。安啾家的花园，有后面有东西吗？没有。有人。他身上都长青苔了。哪里啊？好、哦，这边，你在哪里？你去哪里啊？你先出来啊！我已经出来了、欸。我在外面的。这里啦。这里。他人身上都长青苔了。铁巨人呢？铁巨人，好、嗯。走吧。安哲家哦，大没有大门不用门。哎、欸，晚上了。对啊，白天了。哇，右边这是什么东西啊？那边。你说很远的那边还是这个围墙啊？这块地是这次试出之后下一次更新的内容。哇，所以我们盖到一半，我这边可以抢先看。嗯，哦吼，抢先看、嗯。所以这一块不会试出。嗯，这一块应该会试出，但是里面就像现在这样空的。哦，还没盖完。然后下次再更新的话，里面就会有东西了。好，那我们今天就在安啾家门口做个 ending 好了。好，安啾家就我就站在这里好了，这里是个高点。我们好、啊，我站不上去，笨。好，我上来。好，那我们今天介绍了一些人的家，然后在安啾家做结尾。如果我也忘了我要讲什么。好，那我们今天渣渣城的介绍就在安啾家做个结尾。如果你喜欢我的影片，不要忘了点左下角的喜欢和右上角的订阅。随时订阅我的频道，随时跟踪我的影片动态。那我刚刚差点还念错，我们下一次再见喽，臭彩彩，拜拜。